我再喝，你别拦着我，我还要喝。至于那个负心汉王八蛋，我们不离婚呢。九哥，喂，女儿上钩了。不错啊，不错。不错杨小雨这女人真不错呀，啊，哥下回得好好带带，嗯，走。我的好表姐啊，等会儿啊，你就好好享受享受就行了啊。小雨，狗哥，狗哥，嗯，那是我表姐，等会儿你可要温柔待她哦。那必须的嘛，这次表现不错啊。讨厌啊，哥下次对你也温柔点儿啊。等会儿你可要温柔待他哦。那必须的嘛。小雨，你表姐你就尽情享受吧。哦对了，我交代狗哥了，他呢会温柔对你的。哥哥，我们去隔壁玩吧。小妹妹你别害怕，哥不是坏人，哥不是坏人，来，让哥哥帮忙。你往哪儿跑啊？啊！看你这细皮嫩肉的，看着哥都流口水了。小淘气，你越反抗，哥哥越兴奋。外边口叫什么？哎！你个狗杂种！兄弟，我是狗子，你混哪儿去了？让哥知道知道，咱生不认识，知道吧？说你大爷！苏畅，徐毅，我让，徐毅，你干什么？不要动我！我尽量把持住。是不是男人？不是。我怎么又不是男人了？不是，小小，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昨天晚上你把我
你不许笑。哎，还往被窝里走。出去。哎，小小，昨天你怎么去那种地方？都怪你，不然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？哎，怎么又怪我了？你都跟我那个了，你还和柳家大小姐去逛街，你这样做跟那些渣男有什么区别？这事儿啊，那柳清欢之前帮过我，他这次被人缠了，我就是还个人情。真的只是还人情？那当然。哎，这三年来我任劳任怨任打任骂，咱俩还分床睡，我还不够专一啊？那你可得给我保证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一定要提前告诉我。我保证以后有事儿我一定提前告诉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气了不气了啊。这次伤害你的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气了不气了啊。这次伤害你的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少爷，你让我找的东西现在国内已经停产了，现在能搞到这种药的只有出国留学的富二代，我现在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三个人。哼，可真有意思。少爷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喂，老婆。徐烨，你这个混蛋，又跑哪去了？别忘了我在这儿，给我站住！老婆大人，哦不，总裁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给我20分钟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少爷，你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夫人？我不想把他整出来，我会亲自干掉他们。现在先从这些小喽啰开始吧。建奇哥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呀？人家人指使，不说什么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就给你送到贫民窟去。那里是什么人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别，姐夫，姐夫，我错了，我说。说吧。是苏家，你跟我苏小慧的子孙根，苏强要整你。九一集团的苏强。你要是再对小小做什么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喂，老婆，有人该从集团滚蛋。各位，这次新林氏集团遭遇重创，正是我们林氏集团崛起的时候。并且啊，许姨已经被我困在老宅了，并且那锁芯啊还是我找外国工匠特制的。估计啊，许毅不饿死也差不多了。林宇在哪儿？雨儿，你先躲躲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被困住了吗？哟，这不是被赶出家门的丧家之犬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们林家
我是想谁来就来的。洛丁家夫，先别叫了，林雨辰呢？大胆，伶牙俐齿的小儿，来人，都拿下！哎，先别叫了，刚刚在门口啊，你们的安保人员跟我说，他们受不了你们，现在啊，已经去新林市报道了。你妈，别动气，快坐下休息。许毅，你回来就是亲你奶奶吗？林雨啊，是我给你揪进来，还是你自己下来？许毅，你这个赘婿，在我林家还敢如此猖狂？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许毅，你若再敢动他一下，我保证。不好意思啊，您说什么？我保证你问劫不复。你这刚刚我没听清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说吧，谁指使你发短信？没想到不可一世的赘婿也有求我的这一天，我就不告诉你。也不知道我这根针能不能让林少爷嘴变得软一些。你想干什么？快带我去看看徐玉对他做的是什么。我说谁的女儿？爸，你终于来了。哼，你就是那个登门赘婿吧，既然来了就别想活着离开。远华哟，都来看杀人凶手了。什么杀人凶手啊？你是属狗的吗？带谁都咬。你们林家难道不知道吗？小小的父亲就是这个人害的，我看你们林家只会窝里横吧。林月，你去姑姑。我们林家的事儿难道还没有一个外人知道的多？你又胡说什么？你快滚吧，别再来我们林家。哼，走。这林家也是他想走就走的吗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押下去。保安，别叫了，你们家保安呀，我都收编了。疯狗！我就问你，当年小小的父亲林远年为什么失踪？他为什么失踪？嘿，那是他先勾搭别人，错误在先，脸上挂不住，跟我半点关系没有。当年你诬陷林远年，又自导自演跑国外，好一出偷天换日啊！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俊熙，你又在说什么？你要拿出证据。证据，我给你证据。血口喷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造假！远华，我们还没看呢，你咋给撕了？假证据有什么好看的？远言在哪儿？你告诉我远言在哪儿行吗？远言在哪儿？你告诉我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把这赘婿我赶出去。林远年就是我害死的，你们知道又怎么样啊？原来真是你。远言在哪儿？远言滚开！他可是你亲弟弟呀、啊！亲弟弟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！你千头快人！我问你，我哪点不如弟弟？林氏集团为什么不让我接手？狗逆子！你害的老爷子林氏，你不配呀、啊！这他妈跟接手公司有什么关系？你个糟老太婆子，当初就应该一起把你害了！你真的是我了！别说那么多废话，林氏集团5%的股份交给我，
林念年不是失踪了吗？他的股份由我继承，马上就交，要不然谁都别想好过。是我亲生的儿子啊，你竟然，你个逆子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大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别说了，回头再给你解释。走，回房间。